我就开始喝，喝了大概一个星期，哎，我十多年的失眠改善期啊，因为我以前就是两三点才睡觉的，失眠很多年了，你可能以前夜生活习惯了，在面里长大吧，然后呢，十一点多你就去盖了，好几次我的电话哦，看一下，不通，掉地哦，所以我电话的客是很烂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啊，我的背后哦，从以前都长很多痘痘，我吃很多排毒的东西都不会长的。现在哦，我大胆告诉你们哦，一滴都没有。我以前是真那种有脓的，好，现在一滴都没有。还有就是精神比较好了啊，体力。还有我的外婆咯，她也是喝了之后，她的精神方面，因为你知道老人家哦，睡眠很差的，因为人老嘛，细胞老化嘛。所以他睡眠很差的，他现在也是喝了很好睡，他讲人也比较舒服一点了，所以我也是很开心啦，因为我只剩下一个外婆了啊，我的见证啊就分享在这边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我们谢谢他哈，掌声鼓励。